자. 广东队的廖秋华鞍马表演结束。鞍马的比赛也是成套的编排，也是要满足五个组别：单腿的百越交叉、全旋托马斯打滚、倒立、正撑和侧撑的移位、直角转体、挺身转体，还有我们说的这个 flops 的组合，那么最后就是下法。在编排中，你把这五组都要编进去以后呢，才能拿到那2.5分，少一组就要缺掉0.5。